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大家好早。咱今继续过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，易经的最高境界，易经的最大的理想的未来世界，也是《礼运大动》。那么，《礼运大动》会当落实，会当实践、实行，嘛爱依我着《易经》的大道，《易经》的真理，照我真真正正去落实。那无咧，好讲到满山遍的道理啊，你唔知要去做去？那么要做这《礼运大动》，咱的大大动、中大动、小大动。小大同就是咱的家庭，中大同咱的社会，大大同是咱的天下，咱的国家。所以你问大同，咱要落实的是，一定爱依照易经的心法真理，咱的应用伫咱的社会，用伫世间。那无只，咱满篇的道理要做到，确实真。困难，干那拄只第一字、第二字，要做到你无简单。建立有一个生活安定，你若无易经甲风水的基础，咱要安定是真困难。我这么些年来，好一印证，这么些年来的进度。那么除了咱的易经。甲人正道以外，上重要要一项孝道。孝道咧，是咱世间安定的基础。孝道是咱事业成功的原动力。孝道是咱身体健康的基础。孝道是国家社会安定上大的工程师。也是咱国家咱的官员。教育官员等等，阿苗提倡的孝道落实伫家庭的时，咱国家要落安定是真困难。含囡仔都咧顾老爸、顾老母，为着财产顾老母、顾老爸，尾仔当然是拢无真好下场啊！因为许多人会对囝的不满、会恨，咱这咧各位少年人拢唔捌。咱事业的成功的安定的原动力，就是祖先。咱的士大人祖先，若是咱对士大人不孝、无敬、无礼的时，你事业的成功是真困难啊！确实比当天搁较困难。咱看到真侪信众大德，事业做到尾啊，拢是倒去、无去；大部分做到倒去、无去。负债累累的，对士大人的孝道拢无尽到。我讲我对士大人真有孝，哎呦，真简单的道理。以我的研究易经这么些年来，咱事业的成功，在易经的理论观点来看是一个孝道，孝道是最高的境界。若是咱不孝者，你事业要顺失，那是真困难的。所以咱奉劝呢，各位十方圣弟兄啊，各位啊朋友，一个人尽孝道真重要。老爸永远是对的，老母永远是对的。咱做囝的人，查某囝、新妇、仔婿，咱永远无立场来孝顺着老爸的做法，咱永远无权利啊来孝顺咱士大人。也成功甲失败，
是大人的成功，是予咱少年人的模样来看；是大人的失败，是咱少年人的教育的一个以身作则。所以，那么是大人是安尼失败，对易无了解，易经无了解，啊，风水无了解，才造成真侪颠颠倒倒的问题发生。我前一阵啊，下到大陆，看一寡咱的台商去大陆拍拼建设的公司，有的趁钱趁甲足趁的，有的了钱了到凄惨落魄，了到倒来厝故乡卖家伙卖财产去遐赔，也赔无够，这是非常可怜。我去看哇，你工厂的风水十做九不对。你哪会损失？你哪歹了？较早我都无相信风水，我无相信风水，结果你即摆生产，逐项袂损失，出问题、出货也袂啥，了我凄惨落魄，我应该，你要给你偌敖？风水我都几啊千年，你才几十岁啊尔？几啊千年都袂当，人我都起来孝敬，你几十岁啊尔？你都咧孝敬几千年的历史的？诶，智慧无智慧啊，无奈老师要安怎？哼，倒好啦，要安怎？你已经逆天逆地了，你个老爸啊，已经都不好啊！啊，你平时我赚的是寡钱，你就我一定只要我高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的设计，我什么型的钢枪，什么型的安那那，计划一大片，无一样会成功诶。这是逆道、逆天、逆道啊！这都无了解到你运大东片的代志啊，无了解这代，代价一之多啊，一经、一经之多，一之多是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，世界小小事你看未到，但是互咱会袂平安，互咱事业会吃稳到。大无计划，互咱忘袂掉，伊个苦恼，伊个苦厄，造成在咱身体上、咱个事业上、咱个事业体，咱根本都无度翻身。偌敖，你请顾问公司甲你顾问，偌敖顾，天时地利三分之一，人和则三分之一。你请顾问公司甲你斗顾则三分之一，你三分之一若毋对，就无偌敖。所以我这侪年来的印证，我一直真激烈，在电视中拢无保留，将我所话讲予大家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，会当顺遂。各位受访甚至说，你运大同，即大甲大，拢共款的意思。大是有一个限度为大，大者无可计量，无法度计算为大。所以共款一个字，大甲大，意思就差一截去啊。所以你运大同，代价是益啊，代即是益，益者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。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咧，孔子讲所开示的。所以益是啥法咧？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，这即是益。那么大无计划，要是咱思想范围的限度；大无计划，迄个无量无边的宽阔。所以咱一个人的思想，咱一个人的智慧，开始为大，大到有够大，位真正宽，大就是宽，宽甲大。无限的空间，咱伫世间呢，
财产较好业务呢，嘛是宇宙的尘埃而已呢，宇宙的尘埃。以前某一位世界好业人，人讲哦，你遮好业，你遮尔好业，伊家己真谦虚讲，我的好业，也无宇宙虚空一粒沙粒仔咧，那算啥？宇宙虚空遐尼大，大甲无限的大，我都也无达到遐呢，我世间偌济钱？所以佛经所开始，你满三千大千世界，金离、金银、琉璃、珠宝，遮尔济个资产呢，有偌大？那么佛祖甲讲，你这一珠珠仔都无，但无到一个钟头啊，你有？满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，你买袂到即只钟头啊！即只钟头啊，会叮当。啊，你阁用钱做来炫耀啥？袂叮当啊，无神经，无感觉，含你的生活夹袂起来，有啥路用？无路用嘛！所以真侪人，哦，我炫耀一落几十万的、几百万的、几千万的，你看，甲阮兜的石头共款尔啦。你家己每一摆，你讲个生命，讲个生活，伫迄粒石头，有啥物意义？无啥物意义啦。若是你自即个钱摕去救这一大堆无通食的平民，好无通食的囡仔，那这个有够伟大咯，这才是有大啦。这互你会当心会非常的安定安详。那么你过了迄粒石头，出去惊人笑你啦。人无甲你看，你真个气到要死啦！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人真毋捌啥啦，我迄个都几百万，就几千万啦！啊，伊都毋捌我即粒啦，伊甲我看做石头共款，本来石头尔嘛，哪有啥预案？所以即种人，哎呀，世间自私自利，无智慧是有够侪，有够侪，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怜。故意是方，而且咱爱了解啥都上大智慧。智慧，智慧，智慧在咱的生命，咱爱学佛，放下贪，傲生气，无智慧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咱了了看了贪未了啊，你的烦恼都有够大啊啦！你傲生气，傲不着，你的烦恼嘛有够大啦。咱无智慧。讲话欢欢鼓鼓，做代志糊里糊涂的事，咱的烦恼嘛有够大，这就是大。所以，咱若贪嗔痴拢一挂拢斗阵的人，你的烦恼拢共款啦，叫做大同啊！哈哈，大同大同啊，大拢是共款意思啦，烦恼拢是共款的。若是你若开悟了，你的快乐大家拢共款的。所以各位啊，大。这是业的真理，咱才会提倡着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所以咱的大就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。这咱大家来学易经，你只要达到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，这是啥？咱心灵会发起啦。咱今做一件好事。咱倒来欢，足欢喜的。路中一只牛屎，先好个不掉去，卖互人骑车去摔倒去。咱倒来，咱心里足好困的，足安哦。若是咱看到牛屎伫啊，咱无先好去啊捡掉去，一时，咱倒来想啊，那当时会去搞着牛屎无？搞着牛屎若摔落，要安怎？咱困袂去啊啦。反相对的，咱若哇，管他别人摔因兜的代志，结果咱囝、咱的孙、咱的亲戚、好朋友的囡仔，徛后头摆摔着你，你摔死，迄阵你就知啦。哦，这就事无巨来，家己感觉袂对的，所以咱毋通讲，哎呦，一件小小的代志，咱就无做。尤其咱做官员的人，要做功德上济。要做罪恶嘛，上济早期咧，咱真济歹习惯，
啊，因为古早时代嘛，咱的历史几千年来都拢安尼，啊，拖了拖一半的，要办公司拖来，来来，咱也无我管起来，甲太起来，你要办代志咧，根本你都无可能会损失。明明会损失嘛，挑剔，搁搞者，你搁转去搞者，我捌拄着上久咧，上济，我试看捌啊咧，你要甲退几届，结果头到尾退27届，尾后我就真无客气啊，我无无人。你拖拖的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但是我这批我是无趁钱，我是做了钱。咱爱存良心，爱存道德，留着后子子孙孙，互人后摆好孝念。你安尼，你对你不利，我现在我甲你录咧，希望你甲通过，我可能考一过。这啥？这是咱人一个无智慧的行为。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地上。各位时方兄弟些，啊，礼运大同，啊，孔子所开始。咱天下间无论是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、黑人白人，你咱所得到的果，拢是相像。咱对人有礼者，咱做生意会顺势；对人有礼者，咱的长官会甲咱相关怀；对人有礼者，咱做生意，大家互相。会关怀，但是过去咱中国历史以来，咱做生意人对官员若真有礼时，往往常常予人看作真无内容。那回想到过去我咧做生意、做事业的时，常常接受到官员啊，大部分是拢真有礼、真慈悲、真关怀。啊，只是少数的官员呢，甲经过咱老祖公的这个心法，啊，老祖公的民主提托较大，咱对有礼，啊，伊对咱愈无礼，愈看袂起。但是在过去的哈，自出来社会以后，我的老母甲我提醒一句话。伊讲，咱庄下囡仔，因为我南投中寮人、内山人，啊，咱庄下囡仔出去，人若要甲咱好，咱就爱足感恩啊嘿，唔好甲人计较，咱较有礼貌呢，吃亏一时尔。吼，咱若无礼，咱永远无立场啊。即句话我较肯嘞，永远。永远做我的座右铭，所以咱伫社会短短几十年中间，无要紧，咱对人有礼，人对咱无礼，咱个爱个人人讲，伊在甲咱考验。我拄讲讲我公司，吼、哦、27遍，拍回27遍，我嘛真有礼，拢甲扣起来，到最后来。我照一般的礼，啊，我会真有礼的礼，但是欠着有形上的礼，所以我无开口。但是我接到我一个诀，我知影因果的问题，但是所得到的效果呢，到最后来呢，嘛是爱随逆境随俗的啦。但是我是后来。我感觉是咁真对不起这个官员的朋友，我予伊增加一个歹习惯，到最后来咧，伊就犯官腐、犯官私，人不满，检举，判十外年。所以各位啊，这就大了，咱无智慧就大了啦，烦恼就大，业障就大了啦。所以礼运大同，你有礼者，咱的成功
心安，智慧非常的宽阔，就是为大。咱若无咧所得到的果，即是烦恼无限。哦，咱的烦恼就大干呐，天遐大，神不会背袂你。这是咱人上可怜的所在。咱灵魂来世间是免啥呢？灵魂投胎伫世间的时，咱除了一个正常的食、正常的睏、正常的穿、正常的安全、自我保护等等，这是咱人所需要的是遮尔。但是咱真侪人习惯无好，啊，带了一挂无好的习惯，贪贪未了，贪未煞，做到最后来，无阿囝见笑。老爸老母对咱所见笑的呀，啊，这就是礼运大动，动就是正定正觉，得到同款的烦恼的高位，啊，得到发起的高位，拢是动正定正觉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在一直鼓励来，自今年正月七十开始来鼓励大家读易经，大家来学易经。做人处事会安心。从几个做工的开始，大益之多呀，大者益之多啊，即个爱念大同念大，吼，知因知果，积德大呀，知因，搁知影果，积德大呀，大呀，各位，你问大同。是一个足好诶，真好真好，简单，够明了。好，我是自今开始咧，啊，逐工会甲各位讲真侪礼运大通变诶真侪妙法甲真理。所以各组甲咱开始，咱若要大，一定爱学易经，学易经伊诶心量扩甲无限诶扩。咱有个人咧，哇，收回来，哇，你一斤是偌多？我讲你捌偌济？你捌偌济？你讲我听。你若讲一斤偌多，你头壳要陪我听。八百六十四万三百八十四爻，二十四亿四千六百局，你即个人世间的因因果果，你念我听。哪有？我佩服你，我甲你礼敬，甲你磕头，一百空八个。所以讲，也咱讲要真注意。咱无了解世间任何一个法门、一个道理的时，咱感到啊，偌多，哎呀，骗鬼啊，什么偌多？你今日唔捌，才是偌多。既然咱来修行啦，咱捌所有一切法，无论什么教，往后众生凡夫造作的法，咱拢爱捌，恁在我人偌多呢？那无咧，你根本都。做口业，你唔知因，唔知影果，你做了恶因的口业，你尾啊一定爱因的口业的烦恼，这个果就大了。所以各位是方是理性，大家一致大道啊！哈、哦，那知因知果，积德大呀！咱委员，咱马代继续来甲各位继续讲解。世界大同，啊，咱的同是同是本意。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声。各位受访陈弟兄。大家好，咱继续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。中国的世间的和谐，建立在礼之字，家庭的安定嘛建立在礼，社会和谐嘛建立在礼。尤其国家安定，世界大同，世界天下太平，嘛拢建立在礼。所以咱今日继续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。咱礼已经讲了啊，哦，礼
是咱社会安定的基本原则。礼是咱人生道、生活、生性，也不是法门。咱人对人若无礼，任你讲名声穿到偌好的修行的衫，嘛骗人的啦，嘛骗人的。咱修行的人，修人所袂当忍的，叫做修行。忍人忍人所不能忍者，为修行啊。但是咱现在社会人，名声看到我都修行，但是呢，咱真侪人，人讲一句话，你就甲抄甲因家五族八地，拢甲抄歪，即种个名声是修行人。咱来了解，咱个话都笑的就好啊，咱卖差别，咱闪一边，因为咱无智慧，目睭闭无金，去惹着遮个，你甲咱考验的。那么咱闪者，咱当下，咱爱忍弱强，忍弱强，一时你就会自在。相对以后，咱就唔通。过去犯着遮个，想办法来忍、来弱、想来让，遮是咱家己所找个。天下间别人无唔对，拢是咱家己唔对。若是你讲伊做无你个，是安那别人袂惹你，啊伊袂惹别人，干来惹你，一定咱家己有唔对嘛。咱啥物惹别人？人伫遐困难道，你啥敢吵起来？心内一湖的水，平平静静。你是安尼讲一句话、两句话，共等入去库内底拿垃圾啊，等入湖底，互人心内起一个水涌、水波，互人袂安静。咱是安尼要安尼做，这是咱人家己有智慧上的问题。所以你才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之上，所以。咱要礼是一定爱有智慧，爱有智慧嘛，一定爱有礼。礼甲智慧是上等。那么咱要运这个礼，礼是上高的境界。这运运在五官，目睭所看，耳所听，鼻所感觉，嘴所感觉，心内身躯所感觉的五种叫做五行。五行因运转在咱的心内，运转在脑海内。然后运转的你我，甲咱周围身躯边的亲戚朋友，社会之上，这叫做五行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，无重要，上重要，在咱的人眼、你鼻、耳、鼻、嘴子，咱的身躯的感觉，进入五官。咱人呐，自灵魂投胎来伫世间的时，咱拢有这只五种的五官呢，甲咱控制，嘛是伫互咱运用这五个。咱若用的好，就是神圣佛菩萨；咱若用无好，咱的身躯五官，咱合作五个魔甲咱对调的。所以真侪人去问神。问通灵的哦，你身躯的五个魔甲你对调了哦，你爱改爱戒哦，不然能改，就改掉歹习惯啦。爱戒，你用诚心，用诚心来改过，反省、忏悔或者戒，或者爱改爱戒，改掉歹习惯、改行为。爱戒，爱反省、忏悔，将实实在在的成果提出来。和神圣佛菩萨所讲啊，和大众看哦，我已经我歹习惯，我已经有改啊啦，或者坐，那无要哪坐呢？无可能个代志，要甲你坐的人，伊要都比咱较老呢，伊嘛要都默默受呢，啊，三顿啊都过无好势，要甲你坐啥呢？啊，伊个烦恼都比咱较济，有啥要替我，我都替你坐呢？这骗人的啦，社会。不过，咱不用讲一骗我，
我无智慧才有骗你，别人啥都不要骗你，你我就是要骗，因为我家己无智慧，家己无了解一切法，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。你来学易经以后，你就去真较袂向骗你啊，哄骗嘛较少。易经是咱内在本来的大智慧嘛，大无计划，易之大道为大嘛。一直都为大，算大者，就咱的智慧，无量无边宽阔的智慧，跟咱的生命为大。所以各位，我比较欢迎哦啊，咱全省到处都在开课啊，恁若有时间者，恁就来，大家来学易经嘛，做人处事安心。台湾电视现在开始，六赛开始，正月七十开始。咱提倡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是点心。大家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可见性。可见易经即是大，若是咱大家拢有法度了解易经的真理，知因甲知影果的时，咱一定得到同款平安和谐的果位啊！好。平安和谐的心境甲心安，若是咱若无了解易经所造成的烦恼呢，咱嘛同款得到遐尼济遐尼济的烦恼，这就是动的带动的动，这是动定的高位甲烦恼，内运带动以内为主，然后呢？咱用力来运转咱的命运，用力来运转咱的人生，用力来运转咱社会的和谐。若是社会咧，大家拢会晓有这个力的基本认识的时啊，我相信咱大家所得到的高位，拢是当顶欢喜的高位。所以内运大同大者是一，大无计划的智慧为大，这是一。一就是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，24亿4600局，一点点滴滴的人生，不是干那84000的法门之一尔。所以，咱要学的是够多，就是大啊，大到无限的空间。世界无限，我都去了解心灵，自己体会咱的心灵的世界，烦恼嘛好，欢喜嘛好，颠倒梦想等等的，拢是世无其来。最后阶段就懂，懂世界才懂，懂者是果呀，好。故者正佛家所讲的正定正觉，哈，过来就是平等之果。平等，平等之果有善果甲恶果，所叫三世因果经，这是为懂，正什么善因？第三么善故，则为懂。曾经咱就是罗先生，伊是真正慈悲的老菩萨。啊，伊咧去到什么事？啊，师父啊，我这一年来，好，我无所求是无啥，我都会当好人尽量好人，我会当做善事尽量做善事。我会当人救济，一人救济，但是我无出名。啊，我已经做来做三四十年啊，这四十年来，我无计较一切的得甲失，亲戚朋友拢甲讲说，你遮尼戆哈，遮尼安怎安怎，伊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哦，咱。也无欠啊，迄碗饭，也无欠啊，迄刀米，也无欠啊，迄石米，咱互人食，
迄可能是前世人咱的老爸，你知影无？或是咱阿公，或是咱的囝，或是咱有恩情的人呢？那有诶厝边头尾讲啊，那有啥？你讲到遐，有够戆，迄是伫甲考验。那我即位老菩萨咧，伊嘛是接受着无去考验，讲是讲你诶，我做做我诶。一般有诶人呢，是无迄个耐心诶，是人讲两句啊，吓对啊，那我迄哪讲要创啥？结果伊毋是安尼，我付出，付出，付出。只要我身体健康，我身体安宁，我家里大细人平安，安尼我就好啊。伊家己求安尼尔，我无求明仔的富贵甲荣华，我只求明仔的平安甲健康、甲幸福、甲光明。那么这位老婆子，伊干呐安尼尔，求马仔幸福、健康、平安、个光明、四大宝，安尼尔。讲我听了，好，我足欢喜，我足个感恩。我讲谢谢你来甲我说法，哦，以上啊，好，我会做，我会教你安，我会学，我尽量学习布施，学习去付出。结果前几工呢，还足欢喜个。来讲师傅啊，我的囝伫德国考掉医生，啊一个伫英国考掉医生，啊我一个查某囝伫美国考掉博士，我另外一个查某囝呢伫加拿大啊硕士毕业，那要读博士啊。啊我这几年来因拢出力，毋捌得甲提钱，拢应该去拍拼。啊，所以这些年来呢，好，我都尽量会当做出，我就尽量吃头咯。我退休了，要去共做工，做工的钱，我来买米、食米，互厝边头尾艰苦的人无通食，互因食。哦，我认为讲啊，因食呢，袂当做工课，艰苦才学以上，因的健康拢互我。啊，我来做工课，买米互因食，安尼我足健康诶。哦，我甲赞叹，甲感谢，我谢谢你来甲教示，我会学起来。所以这学以上呢，伊得着足健康啊！啊，出面头尾甲笑的人，一个一个伫咧破病啊，一个一个伫咧死啊。当然，人拢爱死啦。你死了爱有价值，死了爱有心安。你甲你斤斤计较嘛爱死，你无计较嘛爱死。吼、哦，啊！你斤斤计较咧，啊死会感觉家己心都袂安嘛。所以各位，咱来世间社会国家，荷兰已经有够侪啊。社会荷兰有够侪，咱爱要知恩，爱要感恩，也要报恩。那咱所得到果，即是善果，善果。若是咱呐未晓去做善事，所得到恶果，即嘛是懂咧。规大天拢袂晓做善事诶，所得到果报拢共款诶，叫做懂啊。咱规大天也要做善事诶，咱嘛是共款得着心安。所以咱基金会在台湾人中国人间共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咱所有会员，你每个月100块一毫钱，互咱有这时间来讲解着古圣先贤的真理甲妙法。用在生活之上，用在社会之上的事，那么你的功德所得到的功德，拢共款的，拢是善果。咱委员呢，啊各位呢，咱继续扶持咱这个节目，扶持咱这个功德会，每个月大家加入100块，咱都我都转这个法轮，这是咱无上的荣幸啊！礼运大动篇，世界要大动，理念一致，行为一致，思想一致，慈悲一致，好、哦，咱发的虔心一致，名叫做大动。
你要做到自卑，一定爱以礼为主体。那么要做到有礼，一定爱平安。咱所徛的爱知影因，知影果。你若唔知影因，唔知影果，唔知影天时，唔知影地利，要任何都做袂起来啊！三才上位在天时、地利、甲人和，人和是上位啊！天则为大，地则为殊胜。好，那么过来咧，咱人和跨在其中，所以咱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伊是真有智慧的人，伊嘛是刚指点到伊的整个的事业。有一天，伊家己心内想，我都甲真个斗三工，甲伊个整个公司个理念、公司个缺点，吼、哦，我都甲提醒起来，是安那，尾仔要做袂成功，到尾发觉啊，天时地利呀、啊，啊，天时啥，时间唔对去啊，唔知影这个事业是毋是这个时阵所该做个。地理啊，我伫这个所在，是不是个我去做的所在？这个所在都拢干那食鱼食肉，你要去个开一个素食餐厅，那有生理无可能的代志嘛？好的地理哦，知道？伊讲要五啊，我知啊，天时地利不合啊，你干那重任何，重到你满头壳的计划。满腹的智慧想法，但是你无了解到每一个所在生活的习性，所以讲师傅啊，我每到若有人去遐开素食的拢倒，我即因为地方的风俗嘛，要未到你听到咧，像这种现象，世间的人嘛有够侪，所以咱要了解天时地利来学一经。大家来学经，做人处事安心。咱全省到处拢咧开易经班、易经大学，到处都开班。咱若若是加一口罩的人，平安顺遂，国家减一损失，台湾电视公司咧嘛加一件的功德。咱这节目唔是讲满山平的，哇，那的道理啦，道理人人会晓讲。但是真理是多余，哎，我都行会出去咧。你若行袂出去，你满山遍的道理咧，是就抓好人死尔嘛，根本就无可能得到平等结果嘛。所以同者就是平等之平等结果，平等的果有善果甲恶果。平等，你若无智慧。得到这个平等同款失败的命运，咱有智慧得到同款成功的命运，这就是道嘛，道就是果嘛。有曾经咱一位老信徒，吼、哦，伊带伊的朋友来到新闻室来拜老祖，去问咱哈大雄宝殿，每一天咱都发书，伫遐论辩，为大众解决问题。其中伊有一天来问，咱个法师咧，大家都修了真好。伊讲：“哎呦，和尚啊，啊，你这个人，你做这事业，赚到了钱啊，你想要搁做？谢谢。意思我为着民主啊，啊，为着民主咧，哦，无做袂使哩啊。哦，和尚啊，你这民主失真大咯，无该做你去做。”逆天逆地灭个老爸啊啦！啊，你爱顺天意，你无顺天意，你要如何会成功呢？到最后来失败来，迄阵社会就乱去啊，缩收起来，贪也未安全，失败个打，要不到将计会财产灭灭，我就行人跟你收打啦。伊就搁在过两工啊，伊唔相信，就搁走来问我：“师傅啊，你看我是哦，嗯，啊，你好收单，你要创啥呢？甲你切者，哈？你法师甲你讲讲无啊？啥代志哦？
常常就讲我听，你都根本都是未做哩嘛，是啦。你是发明跟叫物件已经过时去啊嘛，过时去的物件，人已经接无三千多来，你个接到你爱安怎？人爱对人啊，无可能个代志嘛，这就无智慧嘛。所以才做收大钱，收起来时啊，好加在咧，收了咧，哈，伊迄个物件滴切落。那无啦，照安尼有著国民主。民主是啥子民主？爱自尊，自尊啥子自尊？自己尊重自己的良心叫做自尊。自己的良心是啥？大智慧呢？咱爱要尊重自己的大智慧啊！你才有法度真正正徛于不败之地。所以咱今日呢，结婚一年，一年四季也成熟啊！好，来讲解着《礼运大动篇》。啊，你问大同咧，哈、啊，这部经咧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嘛，是算一部经。大道之行也，哈、啊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哈、啊，选贤与能，刚信受木。这段已经将世间的点点滴滴讲个清清楚楚啊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开始，好开始爱《礼运大同篇》呢，来为各位讲解，合易经融合为一，所以易，好，也最后的境界，天下大平，太平，天下为公，天下为公，《礼运大同篇》爱以易经的真理。来转这个法轮，以易经的法轮来转，教到天下为公。那无只，咱安那变安那变，咱先讲成功是有限。明仔载咱正式进入到经文